该瑞霞了，来，继续欢迎王瑞霞。蔡小虎，哎，好，真的啊，想好了哈，内容想好了哈，哎，小小虎咖啡，请打，来，请打来。春夏秋冬，几大不几大，不能笑啊，情绪应该。蔡小虎也是个很直的一个人。为何？哎，明杰都被这破坏光了，气死了。喂喂喂，小虎啊，小虎，哎，瑞霞，恭喜啊！哎，感谢你给我弄那三温暖。哎呀，我都不用讲什么啊，我讲什么，我卡足错的啦。哈哈哈哈，我看过啊，我用要的。谢谢啊，无啦，我有一个代志在讲哦，有一个唱片公司讲要叫我招一个查甫的啦。嘿，啊，就是伊那边吼，讲要唱迄种的卡对唱的。啊，佮毋过是迄种的，迄唱的时阵，咱两个当呢。男生哦，像你男生，你都我查囡仔，我就装查甫的啊。嘿。啊，你查囡，你查甫，你就装查囡仔。为什么？因为伊茫讲安尼有一个噱头，因国外都很流行，流行那种人妖那种，有没有？嘿。你有没有看过？没有哎、欸。你有？人妖啊？对。啊？啊，国外剃光头，啊，你感觉这個？剃光头啊，搁装查某的啊？在没呢，我没办法。你在没？你打球啦？啊，不是啊，你我无法度。啥无法度啦？只不过买你啦。现在还在剃光头，搁装查某的，为什么？太笑了！我就买伫想哦，感觉做球，按讲讲安尼袂歹，好过袂歹啦。啊，伊讲哦，希望讲我会当哦，迄像迄你有看迄句无？迄片仔拢有装一个鼻孔迄啊。什么？你的鼻环啊，嘿，查甫要装鼻环啊，以前我都不大贡献啊。我思想都好笑啊。啊，可是我这么高，我装查囡仔哪好看啦？我会当穿高鞋啊，你穿安尼应该袂歹，因为我想讲你的身段。卖笑啦。哎、欸，伊嘛有讲呢，伊有一个差不多三四个版本吼，伊讲哦，也是够穿比基尼。哈哈哈！好可怜呐、啊！我在台湾，我都不可能的，我怎么会跑到香港去办这个样子？哈哈哈！还有三千万外国客人客路啊！三千万啊！哈哈哈！阿伯，安尼我。我叫头家跟你讲好不好？不免啦，我不敢啦，我不敢啦。我就说服不了你啊。啊？怎你讲啦？我就说服不了你啊。啊，你等下，等我卡你来啊，你等下吼。喂。喂，那个王瑞霞小姐啦。嗨，哎，那个。我是那个马来西亚老板啦。哎，老板你好。那个怎么样？那个蔡小虎讲好了吗？他好像不太愿意啊。你跟他讲价钱好谈吗？那你跟他讲吧，我先跟他讲，看他要不要跟你讲。他在跟你讲电话了。对，他在电话。你这是插播哎。啊。等一下。哎。我老板，你等一下哈、哦。那个蔡小虎先生呢、啊？喂，蔡小虎先生呢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贵姓啊？我姓蔡啦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姓蔡啊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从马来西亚打来的啦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是啦，这个王瑞霞他跟我提起啦，说台湾有个这个蔡小虎在马来西亚也很红、啊。我听不太清楚呢。我说你在马来西亚也很红啦。哦，真的、啊，谢谢谢谢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你到马来西亚来发展呢、啊。可是。刚刚瑞霞说的那种造型我不可能啊，我跟你讲，剃光头穿穿这个比基尼啊，是在马来西亚是最流行的啦。男生穿比基尼，哎，在剃光头啦，在马来西亚最流行的啦。还要穿那个上衣啊？哎，不穿啦、啊，就是穿那个女人的这样的比基尼啦。你知道那个比基尼吗？
瑞霞说的那种造型，我不可能啊。我跟你讲，剃光头穿马来、啊、穿这个比基尼啊，是在马来西亚是最流行的啦。男生穿比基尼？哎，在剃光头了，在马来西亚最流行的啦。还要穿那个上衣啊？哎，不穿了、啊，就是穿那个女人的那样的比基尼啦。你知道那个比基尼吗？我听不到啊。啊，断掉了，我重新再打、啊。断掉。我觉得他应该把它挂了、哦。对。他应该把它挂，因为信号也不清楚。收视也不好。我们再继续接下去了。继续闹了、啊。马来西亚流行剃光头穿比基尼。好恶心哦，想那画面也是很恐怖。我真的。看人都吐了还流行呢。可是他很难讲这三个字哈、哦。喂，小虎，哎、欸啊，你电话未通呀？你讲我听无啊？啊，答案呢？讲的话我听未清楚呢，安尼足忝的呢。对，听无，即马较清楚啊。你等下又卡，你等下哈。哎、欸，蔡小虎啦、啊欸，我听到了。欸、不好意思啦、啊、哈。哎、欸，不会。哎、欸，那个价钱好谈呐、啊，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。哎、欸，一千万你觉得怎么样？一千万你觉得怎么样了？台币啊。我是想说，如果那个你说穿比基尼是连，就像女孩子穿比基尼还有上衣的是？对的，就是剃那个光头啦，穿女生的比基尼啊，两截的啦。那穿起来能看吗？就是不能看才要穿呢、啊。可是这样子，我在台湾的形象那么好，我那这样我再加一千万啊，两千万啊。我不敢做那种尝试啊。两千万你都不敢做尝试了、啊？那个王瑞霞，王小姐，喂，瑞霞，小五，哎、啊，你讲你安哪？你今晚要跟你讲的话哪？你今晚跟我讲哦。哎，伊讲他。把价钱开到两千万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伊大家讲是四千万。啊？所以你讲变变成两千。我哪知道？伊即马就一千千咧差啊。哎、欸，奇怪，他讲四千呢。可是，我是希望说，我回台北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那些资料再说、啊。那个蔡小虎先生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是。啊，你们这个觉得这个电话很方便呢、啊？马来西亚跟台湾三个地方可以这样讲电话啊。对啊。瑞霞在台北，我在高雄。啊，我是说，你们觉得这个电话蛮先进的啦。啊，可以三个地方讲话啦。我们另外一个老板要跟你讲两句话啦。蔡师傅心上。瑞霞，你搞骗啊！蔡师傅心上。师傅。哎呦，师傅啊，我们这里啊，香港的奇袭啊，对你这个专辑 啊也很有兴趣了。师傅啊，那个上香港啊，俾你两千万啊，港币啦。小虎。哎。我们是台湾红不让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曾国城的心伤了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我是苏小佩啦。你在上节目是不是？对啦。好过分呐、啊，你们。可以跟他很亲吗？那个 boy 啊，还亲不给你哦。我回家我得台湾，形象不是个家伙。哦，蔡小虎，你看维持形象，不受金钱的诱惑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是啊。啊，海哥、啊。哎。蔡小虎，你动心了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不是动心了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动心。他真的没有动心啊，完全没有。小虎，你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电话可以切过来切过去？对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我是想说瑞霞搬新家，他的电话可能是比较好一点、啊。你神经病啊！你们现在还在线上吗？在啊。对啦，你好可怕。谁叫你？哦，我们观众朋友想象一下，蔡小虎剃光头穿比基尼。已经有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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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。我怎么请你吃什么四十五块零币？四十五块零币啊？没有，不会，不会，我今天笑笑的呀。这个就我们今天开开玩笑，你看蔡小虎多开心啊！刚刚说很累，你看精神，现在精神百倍啊！谢谢大伙，睡不着了。下午谢谢哈，谢谢你啊，好，谢谢蔡小虎，谢谢。好讨厌，任务失败，虽然不成功，但是内容精彩。太爷啊，剃光头穿比基尼，真是太好。太夸张了！我自己在讲的时候，我真的快忍受不了。你这一直笑，他都没有感觉了啊！你真的要想象那种穿比基尼然后剃光头，哎，有，真的很好笑，其实。